大家好，今天来给大家分享食材简单，做法简单，味道鲜美，营养丰富又健康的一道菜，跟着视频一起来学一学吧。首先准备一把云耳，云耳的含钙量很高的，平时老小都可以多吃。加一勺白糖，倒入温水没过木耳，泡木耳的时候加一勺白糖，能够促使木耳快速的吸收水分，缩短这个泡发的时间。泡沫的时间呢，可以准备一些配菜，这里准备半个洋葱，洗干净切成洋葱丝，洋葱全部切完，用手抖一抖，把洋葱抖散，然后把洋葱装到盘里面备用。另准备三个鸡蛋打入碗里，用筷子充分的搅散，多搅打两分钟，搅成用筷子挑起蛋液没有成条的蛋清挂在上面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先来看木耳，很快就泡发开了，每一朵都是膨大的，特别的好。现在把木耳捞出来，起锅烧一锅水，把木耳放进去，焯水两三分钟，把木耳先煮熟。木耳煮熟捞出来，放到凉水里过一遍，这样口感吃着更脆爽。木耳过凉后抓洗几下，挤干水分捞出来，将木耳切碎，先切成木耳丝，再改刀切成碎末，把木耳倒到鸡蛋液里面去，加少许的盐入底味，用筷子拌两下拌匀，这个就可以起锅了。起锅加入少量的油，油热先把洋葱倒进去翻炒，把洋葱炒软炒出香味，洋葱炒软之后把鸡蛋木耳倒进锅中，开启中小火来煎制，放进去先不要急着翻动，先把鸡蛋的一面煎定型。一分钟过后，这个鸡蛋的底部稍微有点定型了，就用铲子这样子铲着翻面。把另一面也煎得定型，就可以把这些食材全部打散，这样鸡蛋就能很好的包裹住洋葱末。吃起来啊，味道特别的好哦。不上少许的盐，再来点胡椒粉，少许的鸡精，还有一把小葱，拌拌均匀。炒匀以后就可以关火出锅啦。清淡好吃的洋葱木耳炒鸡蛋就做好啦，少油少盐，食材营养，方法健康，赶紧动手做给家人吃吧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